大家都知道胡歌号称个子高、演技高、情商高，春节回家就是难免爸爸妈妈都会问，就是什么时候给爸爸妈妈带个姑娘回来呀？现在你是我妈？对，假设我是。啊，你知道因为你，所以这件事变得多难吗？为什么呢？他们都觉得我妈太漂亮了，就知难而退，真是会说。